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Hello, dear colleagues. Welcome to the main session devoted to emerging regions.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我们关于新出来的规定的会谈。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就是线下和线上。所以首先我想请我们的主持说几句话，是Jovan Kurbalia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大家能看到我是在线上参加这次的会议，我是在我的办公室，在这个梵蒂冈。今天早上我参加了一个关于跨宗教对话的会议，但是这个对话的背景就是新的技术。这个对话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当时有人问我们不同的宗教如何看待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我们早上的这个对话就集中在这个问题，而且现在我们也是在几乎一样的对话进行交流，跟非常著名的一些专家。过了一会儿我会介绍，但是今天早上的这个对话当中，我们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该联系谁？比如说如果有这个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或者相关的问题，如果这样的问题出现，那我们应该找谁？应该联系谁？那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 IGF 工作是密切相干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出现，因为我们对网络的这个依赖是越来越严重。今天我们有幸跟那么多著名的贵宾参加这次的交流，欢迎大家，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在一起，我很高兴你们代表的机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你们的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的对话的是涉及到网络互联网的未来，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那这是一个正确的地点和时间。今天跟我们在一起有一个欧盟委员会的代表是这个欧盟的议会的代表，他叫Mia Petra Cumpula Natri， 所以他是代表欧盟。The old file. I'm in Vatican here. Everything is happening on the long durée over the centuries. 今天我们的这个发言者的顺序有什么变化？就像这个网络不断的变化，我们这个瓦吉冈的变化也是不断的变化，所以这个不是大的问题。所以跟我们在一起还有 Vint Cerf 先生，他是可以说网络的爸爸之一，的父亲之一，就是他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启发，非常欢迎您，Vint 先生，非常
Pyongyang się i są Waszyngton, to woman Lindzie. Szkule Czegę, czy Łaj. Woman Hajo, Anton Gorelkin Siensza, Haszy Czegę Ogłodę i Huey Dajbiała. A Jintian Huey Gay Woman miał szu Ogłodę Czegę i Huey Mucien zajecać się Mejangę. We have with us Mr. Pinker from the ICON. We have Maria Teresa. There were some shifts in the lineup for the panel. I'm trying to. Big 先生, 他是ICON 的代表, 这个也是跟我们日程 的这个参加者的名单 有所不同,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 网络的这个, the latest version is in the chat. 网络就是这样子, 一直在变化, 所以我们的会议变化 也没有什么奇怪。 University of Saint Andres in Argentina. We have here Carolina Aguere. She is correctly all names. And once more apology for Miss Mia Petra Kumpula. I'm not sure if I said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Welcome to our session. 所以再次 ，Mia Petra Kumpula Natrimishi， 她是欧盟的议会代表 ，Nika Dutt 女士， 她是这个 Digital Rights Foundation， 就是数字权利基金会的执行总裁， 她是在印度。 所以我们的参加者开始表示他们的观点之外，我还想要介绍这个 Carolina Aguera， 她除了做教授之外，她也是一个 Grulac 这个组织的成员。 所以大家要记得，今天的这个会议也是一个更大的过程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谈如何加强我们的这个 IGF 方面的合作，如何我们能够更好的进行交流，那这就是我们对话的题目。我觉得很可惜，我不能亲自。 来到卡托维兹，但是我在这里也想表示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正确准备我们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说如何让那个网络就变成一个已经长大的一个现象。这个网络它是如何 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所以说，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就是所有的有关方如何对待网络所带来的一些挑战和一些困难。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想提到。 这个网络和网络规定所带来的一些看法，尤其是那些不同宗教的看法。当然，法律是有不同的议会批准或者有一些监管机构下。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公司和什么经济的其他的主体，也有自己的一些良好的做法或者最好管理。但是法律是法律，规定是规定，但是生活不一定是不一定是那么简单。经常我们有什么困境，我们有什么地方什么我们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Indian. Let's 所以我就大概介绍到这儿。我今天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一个背景，但是今天我们想要在三个主要领域进行我们的交流。第一个是网络治理和这个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数据，第二个是内容，第三个是人工智能。所以这三个方面我们今天要进行一个交流。当然一个要谈的事情就是如何管理这些过程，有什么样的最好管理。所以现在我想请米亚佩特拉卡尔穆拉蒂女士以这个欧盟议会的名义采取一个立场，而且请你跟我们大家你的看法，尤其是对这些数据管理，因为我知道这个欧盟议会它特别关照这个数据的保护，所以在这个比较宽的范围之内，如何我们能够谈这个问题。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论坛。大家好，我想用不同的语言来向大家问好，非常非常代表欧盟议会向大家问候。总知道我让我参加今天这个会议，但是呢不久以前，但是我今天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今天要去参加波兰参加法国巴黎的会议上次，但是现在我可以在网上和大家连线，和卡特维茨连线。我知道有很多的发言人都在等他们的发言，我也非常关注他们想有什么话说。那么我想代表欧洲议会简单的向大家传达一下一个永久的问题，到底要不要法律上的控制或者管理监管。在有些方面不需要在有的地方没有管理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前进。第一最主要的就是数据，这个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和保存和使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何用标准来执行？如果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来标准的话，如果这些数据都用同样的方法来储存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有新的方法，新的解决方法来使用。那么现在我们希望考虑到大家的互通性、互联性，能够保证市场竞争者的他们的竞争力。因此说，数据的互相交换是非常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框架下，可以在欧洲能够正常的、合理的使用这些数据。欧盟议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在上个星期获得了政治的一个协议。我呢参加了上个星期的这个协议的框架的谈判，代表欧洲议会。非常重要的是用什么方法来把数字的互通互用的一个准则，在新的法律法规之下，名字叫 DGA， 这就有一个形式让大家能够指导如何能够使用这些数字。那么有一个数据委员会，这个数据委员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有科研教育单位，各种各样的企业单位和社会群体和社会机构，包括一些机构，欧洲的数据机构。
希望能够产生非常合理的、正确的和使用的方法。那么我们希望在共同的欧洲市场把这个法令法规能够实施，使得我们的数据在一个真实和好的情况下能够互相换，但是如果在没有欧洲资金支持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个我们工作的范围是，那么如何保护这些数据的安全性？这些安全性必须是透明的和真实的，尤其是私人的一些数据。那么我们最主要的是 ROTO 是一个私人隐私的一个法令，主要是对欧盟国家。那么我们也非常关心的是这一类的法令法规在中国、美国都能够被实施。这都是谈到关于私人的数据被线上使用。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境界，我们也知道会可能产生很重要的混乱，如果说网络是完全公开或者完全的可以介入。所以说欧盟现在从很长的一段时间积极的考虑斟酌在法律方面和一些责任在治理互联网的数据和管理。我不想说一些具体的事情，那么我被邀请就是想说一下影子。那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芬兰，这是我的国家，他们都在非常积极的保护数据和私人的隐私和数据的这个交换。那么在国际市场上，我们非常的关注我们的公司之间的交换和主机之间的交换，在公司的交换当中必须是真实的、负责任的，而且是安全的，使得所有的利益交换方能够表现出来他们是有一定的数据保护安全的能力。我们就是想说的互换数据之间的一个安全。我们知道互联网之间的是一个平台，他们必须要保证他们的互换性，这样才能够非常安全的真实的保护我们的数据。我们也知道只有大的互联网平台他们才有可能保证这种数据的互换性，这也是非常昂贵的一种投资。我们知道非常重要的是这种数据的交换性必须要在所有的阶层、所有的数据供应当中、交换当中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所以我们的法令法规的制定，大家都是说已经开始都在欧洲议会当中广泛的会谈。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向前的一步，在数据的管理和数据的标准如何交换和共享网络的数据。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公司或者是政府都不可能够自己一个人作为一个群体来挑战这方面的工作。欧盟的议会在制造相应的法令法规来治理互联网，那么对我们来说使用者的数据安全是最重要的。非常感谢。我们知道您是代表芬兰的，芬兰确实是一个在数据管理方面的一个先进的国家，而且是在他们能够把数据的使用、数据的传输和保证隐私人的隐私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尤其是被私人的使用者。下面我想给 Vint 发言之前，我想有一个今天早上一个问题，好像是一个很简单，但是我想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可能随着时间会改变。为什么我们不能可以用另外一个账户上可以我们为什么不能从我们一个账户到另一个账户来使用，比方说从推特到脸书上。那么我刚才听您的说法说得非常好，但是我知道数据交换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请 Vint 来回答，他是我们互联网之父。现在欧文特网的这个数据交换是否让你担心我们现在这种自由的数据交换，尤其是你怎么想的？在一些好的使用方法，大家都一直在说，数据管理和控制是怎么样一个做的最好的方法？非常感谢。我今天呢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发言，但是在开始我还是回答我的前者这个米娅贝特拉女士所说的这些意见。实际上她的发言是非常真理，所以我觉得她说的非常对。我觉得你们是非常对的，这个你们讲究这个客户操作的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互联网。这个要求就是客户操作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可以有效的进行数据的交流。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就是电子安全的一个救护团队，因为我们在这个就是说这个救护车它是我们是没有，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安全的事情它是存在着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这点。实际上这个互联网对我们所带来的这些优势让我们能够非常快的发展。网络就允许我们在贸易方面进行交流，但是同时让我们能够自由的交流，由此加强了言论自由。但是虽然有那么多的这个自由和权利，就是说在这个之外，网络也是一个让我们能够保护我们权利的和价值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网络，它就变成不只是考虑到大公司的利益，而且允许小公司也有效经营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新的数据法案或者类似的法令是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之外其他的倡议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多公司他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个隐私，它并不是一个奢侈品或者奢侈的权利。比如说在 Google 2，我所工作的公司，我们是就是这么认为。个人信息的保护，它应该是我们的日常的工作，而且它应该是我们基本的权利。不管我们谈这个欧盟的这个 RODO 的规定，还是其他国家的一些规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个 Google 2，我们也是目前非常在这个cookies 的这个方面进行一个非常就是努力的工作。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使用一些其他方面的行动，让我们的用户者能够安全的使用我们所提供的这个服务。而且我们要记得，每天有二千
千亿用户在使用 Google 二的服务，所以这就是让我们就是更讲究这个数据保护，因为我们也是拥有其他的网站，像这个 YouTube， 当然在这个 YouTube 我们或者在 Google 二我们。一点击这个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关于一个用户知道非常多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是在这些方面也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每几个月或者每几个星期提醒用户要改变他的密码。这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用户他们必须要自己知道如何保护他们自己的一些个人信息。所以说这个 Google 二的教育方面的一些努力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一直主张言论自由，而且一直在讲究教育。我们这些教育的活动，他们是在美国，主要是在美国，但是也是在其他的国家。最近在美国有一个新的法案，就是二三零的这个法案。但是在巴西，比如说也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所以如果我们谈这个安全，我就谈到这儿，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Vint， 你提到了这个 DNA 就是基因。所以你所说的在我们的基因当中已经有这个数字安全，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保护是数据安全也是非常基本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强调了这点，我也同意。我们的欧盟的代表也强调了这点，所以所以你们两个所强调的也是除了这个数据保护也是这个可互操作的这个原则。我觉得全球公司他们现在非常想知道这个目前的法规法令它是会发展往什么方向，因为在做开公司什么都知道，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未来在市场上有什么样的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规定？我们今天提到了这个动态的互动能力，我们也说了标准化电子空间。但是在同时也有很多人他提到了这个很多公司在这些所谓税务天堂注册公司，由此避免一些监管的行动。那现在我想为下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保护内容？因为数据我们已经谈了，那现在我问这个内容。想问安东·格拉德金先生，他是俄国的一个议员，然后我想问尼格达特，他是这个数字权利基金会的代表。那现在格拉德金先生，我想问你作为一个俄国的议员，你可以在这个数字内容管理角度，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什么？女士们先生们，我也是这个 MIG 的成员。我想说这个格拉德金先生目前就不能参加今天的会议，所以不好意思，过了一会儿有可能我们能连接跟他，因为他现在就出事。那好，这个网络允许我们在同时在几个地方出席，但是有可能我们过了一会儿跟他再连接。所以现在
我想问尼格达女士，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你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女士。我不是印度人，我不是巴基斯坦。但是我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非常大的一个错误，我都不好意思，我希望你不介意，没关系，我不介意。所以我想感谢你，和 Diplo Foundation 这个单位，因为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是专门学习这个数字权利和网络治理，所以这是2009年，当时在毕业的时候，我就是在我的毕业证书和这个对跟这个有关系，这就是你们基金会所从事的的领域。所以如果我们谈这个内容保护，那我们首先应该看这些世界南部国家的状况，就是那边的网络的一些规定，他们主要涉及到这些内容审查，还有大技术公司的工作等等。比如说在印度还有巴基斯坦有非常多这方面的活动，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一个比赛，谁的规定更严格。但是我自己觉得有可能这些规定或者法令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很多的人眼里这些规定是太严格的，而且更多的公司现在想讲究自我监管或者自我下规定，在这方面有一些国家有好的成就，比如说在欧盟有这个个人数据管理的一个命令，就是或者法令，这是欧盟的RODO，而且它也影响到欧盟之外的一些国家，做了好翻译。那我觉得这些规定是重要的，因为在网络目前有非常多这个物价信息、仇恨语言、对女生的歧视等等。但是在这些需要这些规定的前提下，我们也要强调有一些规定是写错了或者是完全不对的，所以在一些国家有旨在正在减少这个网络罪犯的这些法令，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各方的利益，所以我觉得这些规定或者法令，他们应该集中在那些目前所有的趋势，但是同时他们应该答应或者应对其他有利益有关者的一些主张。我觉得在这个南方世界的这个规定是严格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给北方国家有不同，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应该有一些条，我们觉得在这方面有一些统一的规定。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在一些国家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因为没有政治意向管理这个大公司的规定。谢提出的这些建议，非常高兴您关注我们的一些活动，而且在学习的时候，你已经积极的投入了这方面的工作，而且你也做了很好的工作，非常感谢您的发言。刚才您提到这些变化就是在法律法规上面的一些变化，
政府的机构比较集中于在这方面，而且这些决策人的每个国家的决策人都是比较积极的针对这方面的看法，应该确认这些是必须平衡的来对待这些法律法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符合我们这次讨论当中的一些主要议题。我们说到了数字，我们说到了内容，我们还要谈到关于政策，这些政策就是用什么方法来控制、处理、治理这些网络当中的内容。在场的参会人有谁愿意再说几件、再讨论一下？比方说 Vin 愿不愿意考说一下关于这个数字的内容和我非常高兴我还可以再发言。我想说刚才说的妮娜这说的非常重要，并不是有的时候这些法律法规甚至于有害的并不能完全起到好的作用。那么从生意的角度上来说，共同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让所有的公司都可以在同样的法律法规下进行工作。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内容规定的话。我现在想要强调的是，我渴望强调的是我们包括其他的企业，我们很期望能够用自动的方法能够处理和发现这些内容的问题，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来处理，这也是一个趋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有价值的手段，我们可以来利用。可惜的是他们并不是完美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在增加扩大他们处理的范围，决策人法律决策人他们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应该能观察到这种趋势和这种困难出现在内容控制方面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必须在这个框架下如何能够互相讨论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事情没做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内容是怎么能够处理得更好，让他们更符合要求。大家知道整个过程当中越来范围越来越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我也是想强调的是，尤其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在像谷歌这样的公司这个公司治理很大很大的数量的信息，那么我们必须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用自动的方法来处理数字内容的问题。下面我们要谈下面一个发言人，我们要谈一下人工智能的问题，对我们还有一个感兴趣的提问是关于人工智能的事情。下面我邀请 Jutta Kroll， 让他能够谈一下人工智能和儿童权益的问题，让他能够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么重要的问题。我非常问候各位的参会人员。我非常高兴你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不能我不知道我用什么方法，我是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说还是只是谈我们谈话的重点作为人工智能来说和儿童的权益。好的，如果说我们想让这个谈话比较有一定结构的话，我想就这样说，如果说到人工智能
我们应该说到的是人工智能，而且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说人工智能的从使用者的角度上，一是人的数据，第二是人的这个内容。那么应该讲人工智能就是把数字和内容要过滤一下，这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作用。我不想成为一个非常的我不想讨论什么是数据，什么是内容。我们想要谈的是另外一个方法来谈这个问题，更加准确的，更加的多的考虑如何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尤其是在欧盟当中和在其他的地区。如果我们想在这两个这个问题的话能够合起来，那我们应该重新定一下，那么数据和内容到底有什么区别，这里边有什么结果。那我不想说我不想说一些人工智能的道德使用方面的问题。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原则性的是，在更广泛的这个生态环境当中的一些法令法规，比方说在这次的峰会上我们谈论到的互联网，就是谈到人工智能，我们非常多的谈到如何用很多方法，用什么方法来管理更加的合理的更好的使用新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技术。我们知道我在不断的跟踪我们的会谈，和我们再谈一下到底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他们的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不可能说光说人工智能而不说互联网，或者不说数据和不说内容，他们都是相互有非常融合的。I'm sorry, I think you are on mute, or we've lost you. 可能是话筒被关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听不到声音。非常抱歉，我们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想我们的技术团队把它能够问题解决。那么现在我们再谈一下Yuta。谈一下人工智能和儿童权益的问题。非常感谢给我发言的机会。我想所我们大家都能够我们就像联合国发布的 2.0 这么一个法案，我们现在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查，就是有哪些影响人工智能会对儿童产生。现在我们很多的人已经在使用人工智能的一些服务，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人工智能他们已经在使用。现在人工智能已经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的最基本的，而且儿童也在用他们的服务，很多的服务都是在使用，但是儿童并不了解他们在使用。现在没有任何的调研在这方面用哪些人工智能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在早期的儿童发育。UNICEF 当然也
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这些建议呢就是我想提到一些，尤其是关于防止尤其是这个网络的使用和网络的歧视，包括包容性和透明度都是非常重要的，让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企业能够合理的使用，而且我们成年人是对人工智能是起到负责的作用的，而我们应该知道人工智能对儿童的发展是起到很大的影响。在我们的建议当中，希望需要这些公司提供人工智能的服务者是对儿童的发展是有影响的。昨天我们有这样一个会议，有一个欧盟议员的参与，当时有这样的反应，互联网现在已经不光成为儿童学习的地方或者是图书馆，而且成为一个现代儿童的游戏场。我们现在知道互联网对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都有影响，我们也要考虑到底人工智能的这种解决方案在这方面是怎么被好的利用。我非常高兴你已经把这个我们几代人之间的问题提出来了，而且对儿童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心理方面的。我们会把这个问题更加程度的交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塑造的，尤其是我们儿童对世界的观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决定对我们将来下一代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我刚才说一下刚才 Vin 说到的，或者是 Carolina 说的，用什么方法我们能够总结一下今天的刚才的发言，希望我们从得到一个共同的一些结论。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非常重要的是道德方面的事情，但这不光牵涉到人工智能，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环境，不光是我们的这个不光牵涉到我们的软件，而且牵涉到我们的人工智能，而且我们的机器学习。智能学习，我们也知道这些智能的方法和人工智能牵涉到这个机器学习的一个方法，牵涉到我们的道德问题。我们经常有时候会想到有些这个错误会让黑客更有机会在网络进行犯罪，那么这些发明人或者是推广人，他们在这方面会有道德方面的责任，必须要保证人工智能的这些流程不会被犯罪罪犯所利用。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组成，肯定任何的软件都会有问题产生或者漏洞。那么我们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对结果保持一定的责任。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确认有的软件是安全的？那么我觉得这种电子的签字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用让使用者能够保证安全。Carolina 她也提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这些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经常担心我们在这方面有比较有限的资源，尤其是在这些制定一些新法规定的这些规定，比如说三或者四年，我们对跨链有一样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 AI 就是人工智能的道德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理论上，这个欧盟所采取的这些法律规定，他们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所说的是关于这个人工智能道德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现在我想请米亚贝特拉
女士，就是关于这个人工智能表示她的看法。对，谢谢。实际上我工作的这个委员会就是欧盟议会的一个洽谈团队，所以我们所采取的这些讨论经常他们随后发生变成法律，所以我参加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委员会的员工。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我们目前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是在什么阶段呢？是不是只是涉及到机器学习？那当然不是。现在我们可以使用多种多样的解决方案。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我们的公民的责任和他们的知识。现在我们可以说，公民对我们的信任也不是不是最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疫情的时代当中。考虑到我们的公民的这些疑问，我们自己要问这个是否安全 ，AI 是否安全？但是每天我们就要问自己，这个我们做这个或者做那个是否安全？我们开车是否安全？我们做什么手术它是否安全？那同样是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问自己，我们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安全的东西。我希望马上欧盟会更为详细的分析道德的问题。我们当然除了道德也有其他的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涉及到一些市场上有的一些产品的问题。谢谢，你的看法是跟我们跟 Vin 所谈的内容，就是比较像，因为他提到了这些开发公司和软件公司的这个道德和责任。Colleagues, maybe you can switch on sound now. 不好意思，我们有一些技术问题。所以我想说，这个电子的这个领域，它是一个复杂的领域，不像其他的领域。我们当然必须要再寻找一些值得复制的解决方案。那你提到了这个宗教方面的事情，而且问了我们可以联系谁？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人想问问题，所以现在我请 Vint 回答，然后我们再问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回答一个这个阿米尔·穆罕默迪所问的这个问题。当然，在网络经常发生一些罪行，但是在线下也会发生，这是一样的。所以一个新的事情就是说，未来之前也没有网络的罪行，现在两种都有。我们现在好像有什么技术问题，请大家原谅。我们这个
联合国的秘书长他呼吁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电子方面进行给更为密切的合作。他所说的就是新的电子合作倡议，我觉得这会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一方面可以建造信任，但是在第二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这些执行机关之间合作方面进行一些进展。所以我们经常问自己，我们用什么方式能够保护信息，或者我们如何能够积累那些未来可以用来法院的信息。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倡议，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谢谢。我知道在这个数据安全方面 ，Google Earth 它是非常成功。我知道也向我们的用户提供这方面的非常多有效的解决方案。所以如果我们谈这一点，那我们也可以现在考虑，就是这些人工智能的这个复杂性。因为这个秘书长他就是表示这个复杂的特征不要允不我们要不让他允许我们就是失去这个简单的一个看法或者简单的解决方案。我个人经常换那些提供电子服务的公司，但是我跟邻居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一个人已经适应一个比如说手机公司，那很难说服这个人就是改变换这个公司，因为他已经适应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这个心情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开始下一轮，我想跟大家在一起考虑我们这一次会议的结论会什么样的。我们向我们的参与者提供什么结论呢？那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几个问题。我们从马达加斯加还有这里有一个问题，他问这位先生问，这些个人信息保护是应该怎么做的，而且我们应该怎么确保黑客不会打击我们的电脑。第二个问题就是乌尔苏拉马塞里奇女士目前正在开发什么样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的计划。还有在这个窗口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UNICEF 的一些指南，就是对孩子保护的一些指南。还有 Thomas 给我们写了，好像这个线上的翻译有什么问题。那有可能我们必须要在这里解决什么问题。那我想说我们的技术团队他们一定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问题。对，拉蒙他写我们可以继续，技术问题都解决好了。Okay, thank you. I think my question is more orderly and border pressure. Ikchanji, 有一个问题。Have you enough time to answer now? But it's about I agree with Vincent about we need a global standard. 我的问题是一个总体的问题，有可能大家也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一个有可能这只是一个意见。但是首先我想说Vint 所说的这个内容，我们必须要在国际上
一起想出什么什么什么规定和确定一个共同的标准。我知道目前正在做什么什么新的契约，还有条约的一些讨论，不管是欧盟还是 G7 的这个讨论，很多单位、很多机构、很多联盟都在分析一样的问题，所以我想问，到底这个权力机构是谁？谁可以调整这些机构工作？谁要决定？这是重要的问题。Vint， 那现在我请你回答。下面请 Vint 给大家解释一下，发言。Słychać głosu? Trying to solve the entire problem ahead of time and then instituting a practice. 我们尽量的能够监督一些不同的组织机构。多次，我们都呼吁，希望能够分开从各个论坛发来的信息。有很多的各个的层次的组织在谈不同样的里面，在事实的当中，我们在现实当中如何能够解决这些不同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有这么一个新的发展的趋势，尤其是网络犯罪。我们四五年以前每天的情况，和我们现实当今的现实有完全的不同。我们在迪拜的，在墨尔本的时候，在1988年谈到我们当时通过了一个网络的犯罪的一个条约。那么我们记住，在瘟疫之后，现在Zoom 和 Zoom 用数据来交流已经越来越普遍。那么这些健康的数据就是在互联网中非常多的流露。那么如何把这些数据非常安全的交换呢？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巴基斯坦的一个问题向我们提出来了。我们这个问题可以听一下。确实，我们和达卡可以这个连线。我现在我可以再重复一下问题吗？没听清楚。我们和达卡的地方，达卡传来的问题。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用人工智能来发展农村的经济和发展？我们请尼加达的代表亚洲地区的情况是否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巴基斯坦回答问题之前，我想大家注意一下，我们每天的这种在网上的和现场和网上的那么大家知道他们在现场并不是完全能够回答问题，那么在网上而且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让在现场的也可以回答问题？就是现场和线上他们是否都有同样的权利可以参与和提问回答？下面我们请 Vittorio 来回答，然后再请巴基斯坦的我们的中心给我们提出问题回答。当然可以通过电脑或者是通过话筒来回答。我的问题是，
关于数字的交换，我们大家已经都说过了这么多的情况，我非常高兴，在全世界，主要是在欧洲、欧盟国家，出现了更多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关于数据交换的一些法令法规。那么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有的国家政府，还有大型的高新科技企业，他们都想能够避免这些法令法规，然后尽量多的做一些这些法令法规给他们带来的负面的一些作用。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要必须考虑一下，如何能够在服务和数字交流上面能够保证他们的合理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 Vin 可以给你们回答。如果你 Vin 你听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如果你听见巴基斯坦的同事听到，就是如果有上网的问题，你怎么说呢？阿尼嘎达特回答这个问题。我也想说一下这方面的关于道德方面如何能够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遵守和执行呢？我想我们做的东西还不够多，我们应该考虑的是用什么方法那些超级的高新科技公司他们可以遵守这些方面的道德，我们有办法能够来监督这些事情吗？那么在硅谷的这些人他们也在考虑人工智能，在巴基斯坦每天工作的妇女，我们是否有同样的一个可能性使用互联网，是给我们同样的保证吗？是否我们应该考虑不考虑这一类方向的问题，在不同的种类的情况下机会创造可以给所有人创造使用者的公平的机会。你自己也谈到大家有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些权利能参加这些会谈。我们在巴基斯坦、印度，我们可以看到妇女完全有大量的被歧视和排除在这些问题之外，他们完全没有可能没有可能使用互联网，因为连当地的语言都没有被使用，而且很多网力暴力侵害妇女的权益和破坏和强奸，这些都是在有的我们这个地区可以说是每天发生的情况。我并不能感到确认在具体的在巴基斯坦每一天的日常情况，但巴基斯坦的女性来说，我们非常希望能建立这样一种愿景，这种将来能够让我们互相能谈到道德问题人工智能的问题。而且虽然我现在在参加波兰的互联网治理大会峰会，我并不认为我有可能可以谈到所有的我们关心的这些问题，比方说没有公正公平的这个互联网的使用，没有互联网的可能性，另外的网络的监管、网络的控制，这是对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那么让我能参加这次讨论的话，并不能解决我们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更加广泛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的工作，甚至于我们经常根本无法能够用自己的问题能够解决这些事情，或者保证能够有机会使用在发展中国家使用互联网，非常好的一个提议。这也就是我们网络的新技术或者我们的会谈人工智能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特点。而且在梵蒂冈我们这些问题也在进行讨论，
这些问题已经好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讨论了，而且这网络暴力对于女性的一些侵害我们都提到过，我们更加应该注意或者关注，仔细的在探讨这些问题。刚才非常感谢你说到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我想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又回来，这是一个标准的问题，在你那儿和在所有地方其实都一样，这些标准和是非常重要的，是能够帮我们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网络交换和数据使用，能够让我们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有利吗？是的，是有很多的规定法规可以被推行和使用，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可以来规定，而且事情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我们现在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标准，这些标准能够让我们解决新产生的这些问题。那么下面我可以请我们的一个发言人，可以刚才 Victoria 说的事情呢来回答一下。刚才 Victoria 说到用什么方法能够从一些词条条款能够确实解决这个数字交换的问题，那么政府和高新企业是怎么从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卡罗琳呢，你可能还没有说的事情很多，你一开始非常说得多，后来你就开始沉默了，也许你想说一下关于这些标准的问题，关于人工智能的。我们下面再过一会儿再请其他人发言。对 Victoria 所提到的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谈这个客户操作的一个，这是一个重点。我们目前已经有一些好的管理，但是我们还要记得还有其他的倡议，这些倡议或者项目，他们也经常在这个魔术这个网络空间也有非常好的成就，他们都旨在让这个网络变成一个客户操作的一个空间。在这里我要提到这个组织，其中这个 Vincent 所代表的这个组织，他们的工作也经常是非常好的。我昨天参加了一个报告的发表，就是说如何技术的参数决定网络的成功。我觉得网络是现在从技术方面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保证它是客户操作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只是谈这个基础设施，我们也要谈这些数据，因为这些数据也大幅度决定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的情况。当然我们同时也想要保证安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保证这些数据操作是互动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记得，我们操作的对象就是个人的数据，所以我们并不能只是从上往下下什么规定，但是我们也必须要从这个下往下的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的规定，所以跟北方、南方的国家都必须要这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所以现在我想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对话窗口是否有什么问题。我看一下是否有什么问题。Chris 他向我们提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欧盟关于联合国的一个责任或者角色。当然
联合国是非常有非常多机构组成的，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一个角色。现在在这个电子空间有非常多的这个服务，比如说贸易、医疗等等等。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联合国，我们必须要对这所有的领域表示我们的看法，尤其是在我们这个 IGF 的这个峰会上。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关于这个秘书长先生他对 IGF Plus 的看法是什么？我们的这些前景是什么？还有朱达克罗女士她同意尼格所表示的东西，就是关于那些位于困境的那些人族。Chris 也也向我们表示 IGF 所发挥的作用的一些意见，尤其是在这个数据安全方面和电子罪行方面。在这个窗户也有 Carolina 提到一些重要的问题，其中信息交流和数据安全和人权。这里还有没有什么人想表示什么看法？我们只有五分钟，我们想总结一下。我看不到卡托维兹的现场有什么样的状况。好像那边也有一些人。阿米的，在又问了一个问题，他问 Vint， 这个问题涉及到这个网络罪犯和这个黑客打击，我们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他说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定做安全服务解决这个问题，或者通过一些基础和设施的方式，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我马上会给大家发一个这方面的报告的链接，大家能参考。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快联的技术，所以我们也要问自己，这个。这个定做安全解决方案会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未来？因为比如说在网络有这个 Tor 网络或者黑音网络，在这些地方经常有什么罪犯的什么活动，所以我们要保证在设计某些解决方案的阶段，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些安全的问题。所以为了总结我们的这个对话，我们从这个欧盟议会的代表开始。那有可能你想回答这些问题，或者你想提出一些总体的结论，欢迎您表示你的看法。女士们、先生们，我听这个对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在这个 IGF 高峰会的对话当中，这是最好之一。很可惜我不能在现场，很可惜我也不记得所有问问题的人，但是我想想感谢，就是尤其是关于那个用人工智能改善这个农村人口的什么情况，这些意见都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个秘书长所提出的这个电子合作路线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共同的倡议这个文件，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非常多活动，非常多文件。
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个人工智能它能够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就像这个气候变化或者农业危机，这些问题都可以被这个 AI 解决。而且我觉得 Victoria 所说的这个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这个发言我也是想表示这个，就是如果我们谈这个客户操作的，那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个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巴基斯坦女士所提到的这个多样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个立法过程，我们不一定能够达成这方面的什么改善，因为多样化方面的什么措施，他们必须要有这些平台或者什么公司做的。我们只能创造一些足够的发展的一些环境，这是我的看法。在欧盟，我们也会多考虑这些问题。下个星期我们会有一个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们要研究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谈这些社交平台，那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在什么程度上那些平台被使用。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跟那些公司一起想出如何下正确的规定。如果我们谈这个公司社会责任，它不只是涉及到像气候这样的总体的问题，但是也应该是涉及到如何以代责任的方式，负责任的方式操作数据。这是我想说的几点。我想还下面提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把网络的数据可以不同的移动或者转变这个网络，我们是否可以有这种可能性？使用者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完全符合从一个平台转到另一个平台。我想简单的回答，短暂的回答就是这样的。现在已经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工作和讨论，而且这个问题也在新的法令法规当中已经做了一些讨论。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趋势，就是能够把可操作性和互操作性直接保证起来。我想现在还是一个计划当中，但是很快就会在这上面有成果。我们希望在将来的时候能看到具体的解决问题的一些法律法案。最后我还想加一个，就是关于一个标准的问题。标准是能够增加我们工作的速度。最近的20分当中 ，Vin， 你没有向我们说一些自己的想法，我可以邀请你，在结尾的时候我们得出什么结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议题。但是对我来说非常感到关注的是，在这个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必须要非常谦虚，非常的谨慎。我们现在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比方说我们的安全数据安全的问题，但是这是非常难的一种做法。
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有几十亿的人在里边使用，而且有很多的不同的软件，他们的可操作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任何的操作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必须要小心谨慎，所以整个的过程非常的难以监管，但是并不是我们不应该关注，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各种各样的运营商，互联网的运营商，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内容，很多的方案，而且和这些那么关于机器智能学习的问题也存在着很多的处理大量的数据，那么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必须要更多的学习，更多的保持谨慎的态度。在结尾的时候我想强调，我们需要的是原则和规定和法规，但是他们必须要有操作性，可能确实是非常正确的，可以说是制定出来，而且在现实当中可以很容易的实施，也许第一次不太可能，第二次也不太可能，但是我们从我们的错误当中能够得取经验，学习到一些经验，使我们的法律法规能够更好。我们不可能非常完美的第一次就能把事情解决好，我们可以更多的学习，我会更多的专注，尤其在所有的网络安全上面又做出的这些工作，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讨论的总结。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尤其是Carolina和Alaga，如果说刚才说的这些挑战对我们的一些谨慎，我们的小心，我们的谦虚，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度，是对这些创新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谦虚精神和足够的知识，来为我们的将来创造更多的机会。那么在卡托维茨的卡托维茨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Novi Hute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教皇在成为教皇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地方就进行了自己的宗教活动，我非常关心大家能有机会去看一下。我希望非常高兴，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尤其是在我很多的错误，我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我也非常高兴我们有机会能够和在场的和线上的我们的朋友进行交谈，非常感谢，希望大家一切顺利。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参会者，在现场会议的我们非常抱歉，我们的技术出现了一些故障，我们非常高兴你们能够出席这次论坛，我也希望你们和我们在网上进行交谈，谢谢。还有一个最后的专家，向专家技术专家表示感谢，谢谢他们的支持。